請問石俊佑先生佢喺唔喺度啊？依家啲直男真係門又唔識敲，招呼又唔識打，超搞笑咯。Elizabeth 小姐，請問 Eliado 製作人石俊佑先生佢喺唔喺度咧？製作人石先生佢而家唔喺度喎，不過佢應該好快會翻嚟噶啦。唔介意嘅話，你可以喺度留低等佢噶。既然係咁，咁我出面等佢啦。唔好意思，打攪曬。咁梗係出面等啦，笑死 ！Coco， 其實 Charlotte 份人都唔差，點解你硬係成日都針對佢嘅？哼 ，Eddie， 我同你講啦。对住啲直男唔使咁有礼貌噶，又好似有道理喎。不过点解你对住石先生嘅态度都系咁嘅？话时话啦，点解呢年佢哋三个出咗调查教会班神棍，咁耐都未翻嘅？头先你话边个系神棍啊？吓，系教会嘅走狗。今日就系你哋呢班人嘅死期，受死啦！阿火滚修女，唔使下下死死声嘅。睇嚟你个教会需要翻个关公同事喎。你哋呢种咁嘅人，果然口不择言。咁我今日帮你哋埋单啦！呀！哈！小妹，你冇事啊嘛？好，估唔到仲有埋伏。索菲安教会竟然做出偷袭嘅行为，事到如今，你都系束手就擒啦！唔好以为人多势众我就惊你啊！我 Lia 一个人就足够搞掂晒你哋，放马过嚟啦！我净系见到一只字娃娃，嘣嘣嘣喺度吠只。What？ Lia， 你又去咗边啊？睇嚟今次又闯祸啦！咁冇办法啦！哈！米拉莎，啊！米娅，我哋快啲离开呢度先啦！啊！啊！哇！好啊！咪使支走！大家冇事啊嘛 ？Kyoko、Charlotte、Barbara。趁呢个机会跟踪住教会嘅人，观察佢哋下一步嘅行动。呢件事就拜托大家啦。好。索菲安教会嘅激进行动一定同聚石嘅事情有关。Eddie， 麻烦你联络卡苏米、卡林同埋你，通知三位计划有变。而我哋都尽快安排一下支援 Charlotte 佢哋啦。冇问题，包喺我身上啦。头先唔系你阻止我啊！我估佢依家瞓晒医院噶啦，算佢好彩。Lia， 我知道你对教会非常忠心先会咁做，但系今次呢件事实在闹得太大啦，冇可能瞒得过大主教噶。你最好亲自同佢解释一下啦。主人嚟晒结束嘅钟声。Lia 修女，克修女，我想。你哋好好解释一下刚才嘅决策。参见 Ans 大主教，参见 Klaus 神父。修女，你哋唔需要太拘谨。加上我细佬佢仲未正式嘅神父，日后就麻烦 Marit 老师多多指导佢啦。点会呢？照顾 Klaus 系我份内事。大主教，我先处理一下弥撒嘅事务，失陪一下先。两位修女，你哋知道吗？喺神嘅引领底下，冇任何事情系可以瞒得过教会嘅。关于擅自出走袭击 Eliado 根据地一事，我知道未得教会嘅批准。唔系 Paz 阻住我，我灭佢族添啊！好。哥哥啊，我估两位修女佢哋会反省下噶啦，唔使咁在意嘅。冇错，
神的宽宏是永远都会赦免无心之失。另外 Elena 修女汇报，发现其他 Iliad 成员的行踪已经同 Selena 修女一起进行跟踪和监视。非常之好，以上都是神的旨意。照这样看，大型的召唤术师指日可待。如果是你认识的人，那实在太好了。劝他们放低武器投降，神一定会原谅他们今日鲁莽的行为的。一位是我尊敬的哥哥，另一个是我最信任的挚友。我真的不希望见到你们互相残杀，不断轮回的派系厮杀，这样值得吗？罪疚就到此为止，废话少讲，接招啊！哈最坏的事情都终于要发生了。哦，今次大祸了。大主教，各位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了。Klaus， 究竟发生什么事啊？所创
以为历史的真相啊！呢一度嘅各位，我哋要如期出席已经安排好嘅演出进程，唔应该再喺度耽误时间，尽快离开。教会嘅神圣设施受到流民嘅恶意破坏入侵，立即离人组织防线，驱逐入侵者。大主教，但系佢哋系啱啱出手帮忙嘅人嚟嘅。Klaus， 希望我哋下次见面嘅时候唔会再系敌对嘅身份啦。最小的力量已经开始影响这个世界，我是不会放弃这次的机会，我一定会复兴大国尼亚王国的。Sharon， 再见了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和了解更多關於敘石節記的話，一會兒在節目完之後可以去到同仁區的 GM01 攤位，可以了解更多，甚至乎是購買。另外